多谢你的心意。
良辰美景三生梦，舞尽桃花扇蝶风。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下行。青山磊落险峰行，欲避月华明。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。不求功成名就，只愿凭须知少时凌云志。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下行。
父，父亲情况如何？负责把守定安门的三营损失惨重，一营四营擅离职守，他所言可信？他们可是向乾元殿方向去了。是，快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石公子，时间紧迫，有一条可以通往乾元殿的近路，此处往西便是外廷凌云馆，从凌云馆的院门向东一直走，可达乾元殿后殿。可行，且比起正面交锋，此法更能出奇制胜。留几人下来安置受伤的士兵，一营四营的严加看管，其余人跟我走。三弟，兵贵神速，你终究是晚了一步。落到我手里的滋味如何？公子小心！二哥，谋权篡位是大逆不道。三弟说笑了，我是大齐的储君，谋权篡位的明明是你呀。今夜三公子穆凌晨弑君谋逆，我为护君上大义灭亲，不留活口。李总管，何必急着送上门来？你的命我一样不会留。我的命不足惜，但殿下您万万不可糊涂，再往前便是万劫不复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智慧了？滚开！三哥，二哥呢？已经入内，快保护军帐。君上，君上，孤梅氏原厨已被拿下，今夜犯上作乱者罪不可恕，仍负隅顽抗者祸及九族。Thank you.
三公子，您的伤。小伤无碍，所幸援军来得及时，也多亏了君上留有后手。公子是指君上身边的护卫？那是，若我不曾猜错，君上身侧之人隶属雪梅卫。雪梅卫成立于大齐建国以前，相传是保护君上的秘密组织，寻常不会现身。我还以为只是传言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大齐的冤雏，带下去，孤今日不想再见到他。让他上前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何必做出痛心疾首的模样？废楚之日，你等了很久吧？这几年你提拔老十，重用老三，在你眼里他们都比我强。穆灵烨，你自出生起便被立为储君，六岁起由姑亲自教养，十二岁便入户部学习事务。你籍贯后，姑准你入紫宸阁旁听议事。你扪心自问，姑待你如何？而你屡屡让姑失望，甚至结党营私，带人染血前原殿，意图使君不知悔改。你姑留你一命，已是念在断人君后的份上。哼，你有何资格提起母亲？放肆！恼羞成怒了？你可还记得母亲是如何死的？而你所做的只有沉默，你只是处死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侍女。冷血如你，我又怎会相信你在母亲死后做出的承诺？并非你想的那样，姑有自己的考量。是啊，你的心中只有自己，只怕早已忘记母亲的模样了吧。可我却时时刻刻记着她死去时痛苦的样子，这么多年夜不能寐。或许你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君王，但你不过是一次次牺牲别人罢了。你后悔过吗？哼，我倒是忘了，能让你有过后悔的也就那个人吧。穆灵烨。不敢听了吗？只恨未能让他的学生死在宗正司里。姑怎会教出你这样的逆子？你以为只有我恨你吗？还有，
同校。薛雨衣，将程鹤年找来。是你负了我们母子，我不后悔，我没有错。方的剑，这一剑的角度计算得很精准，避开了雪梅卫警戒的视野，令其无法第一时间出手。无人下令，为何放箭？属下维护君上，原楚殿下方才抓着君上的衣袖，属下担忧君上安危。若是如此，你稍加阻挠即可。但你的剑精准无比，是致命一剑。这是三公子的意思，是三公子下令，属下才放箭的。我方才一直站在三公子身侧，三公子何时向你发号施令了？君上，儿臣并不知情。属下知罪。举止不符逻辑，自相矛盾。若是忠于三公子，何以轻易指认三公子？若是贪生怕死，供出了三公子，又为何要撞墙？且在今日局势下，三公子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。君上，此人口口声声说是看到了三公子失意才放箭，那不如去到他射箭的位置看看，还请君上明察。究竟是何人指使你射杀原主，又嫁祸三公子？带下去，由监察司审问。君上，程院判到了。今夜原主轰于集政，以原主之礼下葬。老师，这里有你善后。老三，随我进来，你也一同来。是。
志当存高远，青山磊落，欲将心事，不求功成名就，须知少时，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